伟创位在竹科的新安厂在昨天晚上发生了火警，虽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，但是这个火势是持续到了今天的凌晨才扑灭。而我们早上从回到现场发现还是有消防车在待命，疑似是因为这个厂内它有无尘室，所以空气是没办法流通的，温度还是非常高。伟创是发出了重讯表示说只有小部分的生产受到影响，可是这一烧也烧出了竹科的污水危机。因为这事发当下消防队是在救火，可是竹科管理局竟然是连夜在救水，好在是成功及时的拦截这个废水，才没有污染到下游。屋顶留下明显焦黑痕迹，伟创竹科新安厂大火，隔天现场几乎清空，只剩路边低洼处还有扑灭水痕。因为火灾当下，消防队一边救火，竹科管理局则是连夜救水，把消防废水全抽到污水处理厂。针对昨天的事件，我们大约出动五名人力，消防废水，好，我们怕它会随着地表径流排到雨水沟，然后再影响到污染到下游。伟创一场大火差点烧出竹科的污水危机，好在这回不是化学品燃烧，而当下拿仪器量刚好吹南风，粉尘不会影响上游的晶圆厂水源。经过检测，供水量跟水质都正常，唯一要处理的只有这消防废水。这次大火产生的消防废水就是紧急来到竹科的这座污水处理厂。那跟民生用水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工业用水得经过6道程序才能排出。竹科厂区集中，不只有污水风险，眼下又将迎来枯水期，还没四月，水情灯号已经转为提醒的绿灯。而竹科主要的水库新竹宝二水库蓄水率剩40%，石门水库更跌到仅剩下31%。那目前来看的话，就是我们会从现在开始把原来的节水量从5%提升到6%。未来如果加高一点，它可以出更多的水，这样。那再来再生水的话，新竹在再生水方面动作比较慢一点，因为他们污水处理的话好像进度也比较慢了。虽然目前新竹县市已经加紧脚步盖再生水厂，但竹科用水量却年年增加，预估2026年将增加到超过39万吨，水资源恐怕继续是竹科发展的一大隐忧。东森财经新闻刘晨、张化珍新竹采访报道。看盘不中断，赶快来按赞。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喽，快点扫 QR code 加入，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。最及时的盘中资讯，最权威的投资分析，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，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。